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中晚上好。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算是老项目了吧，算是一个非常靠谱的 DeFi 项目啊。每次都有自己的创新，叫做 Equation，对吧？又是一个永续合约，在 Arbitrum 上面。我们之前也推荐过 Equation 啊，为什么推荐 Equation 呢？主要是它有新的创新的机制，他们采取了独特的 BRMM 机制，对吧？它叫 BRMM 机制。把这个流动性啊，充分的 boost 起来啊，充分的 boost 起来。那现在呢，他们经过了几次的迭代啊，现在给大家带来了 V3，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Equation V3 啊，V3 又有新的创新，对吧？又有新的创新。那 Equation V3 啊，和之前的有版本有什么不同？那如果小伙伴想更好的了解什么是 BRMM 机制，就是它的最大的一个创新点子是什么？我们之前讲过，对吧？我们可以去到我这边直接搜 equation，对吧？有什么？之前讲过的，5个月前啊，半年前我们讲过 equation 这个新的项目，令人拍案叫绝啊！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如果你们像我一样啊，对 DeFi 非常喜欢的话，这个项目还是值得去了解啊。OK，那首先呢，equation 呢是那个 derivatives trading 对吧，perpetual 啊，去中心化的永续合约交易所啊，这个赛道我们也知道非常非常的卷对吧，非常非常卷。但是 equation 的 V3 呢，带来了很多很多新的创新对吧，launch V3 啊，我们直接又给大家做了一个小的 documentation 啊，这样看起来呢就会比较方便。好，我们看一下 equation V3 啊，它主要带来的创新是什么？它的宣传资料里面啊，很大的写着三大创新。第一，zero trading fee 啊，这个和之前他们办活动的零手续费不同。从 V3 开始啊，所有人都是零手续费，对吧？这又是他们非常有意思的地方，对吧？那零手续费，有的人说能不能多空双开啊，能不能白撸啊？理论上呢是不推荐的，对吧？对项目方来说呢，这个肯定是不推荐的，因为没有手续费了，对吧？但实际上呢，你是可以这么操作的，对吧？多空双开啊，arbitrage，大家想要操作的话呢，可以暗暗的操作，对吧？默默的操作，好吧，不要大肆张扬啊。第二个呢，叫做 profit rate mining 啊，这个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他们新搞的 V3 里面新的机制，就是说啊，你赚钱啊，你赚钱赚的越多，能够获得它更多的代币。最后呢，你赚钱多的人呢获得代币啊，亏钱多的人呢会有一个赔偿的机制啊，这就是 V3 带来的一些新的创新。首个永久免除交易手续费的 Perpetual DEX，对吧？Perpetual DEX，那也就是说之前是办活动不需要手续费的，现在啊，永久的去除了手续费。那有的人说那个项目方怎么赚钱，对吧？这是个好问题，这是好问题。可能项目方在里面，也在做一定的交易吧，对吧？提供流动性啊，这是我自己的理解的。大幅的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个是鼓励什么？鼓励大家用 bot，好吧？如果你有本事写机器人的话啊，其实也是非常不错的。而且 equation 上面的流动性非常的好，对吧？对真实交易用户呢非常友好啊，这个 OK。好，现在呢，他推了盈利率大赛啊，盈利率挖矿啊，就是 profit rate mining，我们之前讲过了，就是你，就鼓励大家选出最优秀的 trader，对吧？如果你是非常优秀的 trader 啊，你能够一直赚钱，你就可以获得奖池，同时呢，还可以挖矿啊，还有最后我们之前说过的，对吧？loss compensation，就是你。输了之后啊，你亏钱了之后呢，会给你补偿，对吧？给你补偿。OK，这就是 V3 的一个特点啊。那当然最牛逼的是永久的免除了交易手续费，对吧？永久的免除了交易手续费。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 EQU 的代币分配。我们知道 EQU 呢是公平发射的啊，之前它是 fail launch 的，对吧？fail launch 的。一共就1000万，对吧？一共就1000万。我个人认为，Equation 是严重低估的项目啊。当然了，现在整个行情不太好，再加上 Perpetual DEX 非常非常的卷，对吧？
equation 啊，在众多的 perpetual DEX 里面能不能跑出来啊？那我们就要拭目以待。但是它一共只有1000万，对吧？1000万，而且100%呢，是通过什么提供流动性啊，交易比赛啊，然后赔偿啊，现在 V3 就是交易比赛赔偿来奖励给所有的社区用户，对吧？社区用户，项目方也没的啊，项目方也没的。OK。我们回到这边啊，那新的 EQU 的代币产出呢，它的分配将如下，对吧？这张饼图啊，首先给亏的人，对吧？如果你是亏了啊，那其中每天30%会分配给所有亏的用户，对吧？收益率挖矿啊，就是说啊，你每天赚钱的人，对吧？赚钱的人你可以获得10%的释放总量。那流动性的提供者，那流动性是非常重要的，对吧？提供29%。EQU 和以太，对吧？就是我们说的二尺，就 EQU 本身肯定要有流动性嘛，可以获得20%的挖矿，对吧 ？EFC member 这是早期的 NFT 的持有人，对吧？你可以去买这个 NFT， 可以获得10%。还有一个什么 EFC connector NFT 获得1%，对吧？那其中最魔性的就是你亏损之后，他会给你 EQU 作为补偿，对吧？这是一个整个代币的分配。那 V3 进去之后啊，一定要选择 V3， 好吧？一定要选择 V3， 点击 Launch V3 就到了这样的一个界面。我看 Equation 现在是13块，对吧？首先 Equation 是在 Arbitrum， 对吧？你如果对 Equation 有所了解的话，你知道是 Equation 在 Arbitrum， 然后 Equation 呢支持最高150倍，对吧？但我个人认为这个有点太夸张了，对吧？我觉得50倍会比较好一点，做150倍或者100倍杠杆的有点太夸张了，好吧？有点太夸张。当然它支持啊，我不建议大家做任何超过25倍以上的杠杆，对吧？你做小币种做个3到5倍啊，像以太比特币你做个10到20倍，好吧？我不建议大家做太多的杠杆，因为我们也知道 crypto 无情，对吧？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OK， 这个我说之后，项目方肯定又不喜欢了。OK， 当然他给大家超过100倍以上的杠杆，对吧？超过100倍以上的杠杆。OK， 可以看一下，你看 ，Equation 也是我的主力 DEX， 你看我们的比特币，对吧？我们说行情又好转了。之前一直在跌，对吧 ？V 三你看是从11号启动的，现在是67000，对吧？启动的时候才60000，然后如果你开个杠杆，就赚到很多钱了。Markets 呢，现在 Markets 呢也支持的比较多了啊，哇，支持这么多 Markets 吗？果然是项目方在不断的做事啊。以太和 BTC 对吧？Solana、Arbitrum、OP Matic。主流币基本上都有了，对吧？挺多的啊，挺多的。JTO 也有，对吧 ？Pando 也有 ，PIS 也有。说实话，挺多的，我感觉挺多的，对吧？所以大家呢，就是Bank 也有，对吧 ？Bank 也有。所以大家呢，不仅呢是在这个 Equation 上面呢可以炒主流币，对吧？也可以找山寨币了啊。目前的 Funding Rate 都是负的啊，还是做空的人多啊。当然了，你也可以做，对交易高手来说，你也可以做 funding rate 的 arbitrage， 对吧？我们移过去，你可以做 funding rate 的 arbitrage 啊，这也非常重要，对吧？非常重要。OK， 那我们看一下池子啊，池子，你看现在的 API 也非常的高啊，非常的高 ，funding fee 也非常的高 ，API 也非常的高，其实不如大家提供点流动性，对吧？而且它 equation 是非常安全的，毕竟做这么久了，对吧？做这么久的 liquidity 达到了4800万啊 ，Bitcoin。当然，这跟它特有的这个叫什么 BRMM 机制啊是分不开的啊，是分不开的。其他的话，你看 Solana 啊 ，Solana 也有8.14个 million 啊，还可以啊，流动性还可以，对吧？流动性还可以。OK， 那。我还有159
9.85 USDT 嘛。OK。Liquidity Visa Mining 啊，大家，我建议大家可以去，如果要提供流动性，不如去提供一下，对吧？现在达到了249%啊，特别特别的高，对吧？特别特别的高。你是提供单边 USDT 就可以了，对吧？你就提单边 USDT 就可以了。对，这个之前我们都讲过了，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的视频，对吧？建议大家参加 V3， 对吧？为什么有 V3 呢？我们说过了，对吧？你赚钱之后啊，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奖励，对吧？获得这个奖励是每周一次，对吧？但记得一定要 bind， 好吧？你一定要去，这个时候我们说的啊，第三个邀请码，一定要绑定我的邀请码，好吧，大兄弟们。一定要绑定我们的邀请码，只有绑定了我的邀请码之后，你才可以获得这个交易比赛的分成，好吧？可以获得这个 mining 啊，可以获得 loss compensation， 对吧？可以获得 loss compensation， 这非常非常重要啊！如果你没有绑定我的交易码，请你到 referral 里面，我是 EFC member， 对吧？我的 referral code 非常简单，就叫做 crypto leak， 对吧？把你这个输到这儿，点击 confirm 就可以。我不能自己绑自己，但你们，好放大，你们一定要用我的 crypto leak 去绑定，对吧？去绑定，绑定完之后才能够参加交易大赛啊，盈利率交易大赛，不仅能够挖矿，对吧？而且可以获得奖金池，对吧？奖金池，每周结算啊，每周结算。然后绑定我的用户呢，可以获得20%的奖金啊，额外的20%奖金和额外的一倍的挖矿收益啊，这个非常的好。我们这个感谢 Equation， 对吧？感谢 Equation 啊，对我的社区的支持啊。还有我特别向 Equation 申请的，对吧？特殊活动，好吧，特殊活动，绑定我的邀请码的。只要你开了仓，不管你是开多少仓，对吧？开10刀或者开100刀，只要你开了仓，随机的20名用户可以获得5U啊，就是 Equation 给我们的100U，对吧？给我们的100U的一个奖励啊。只要是我的社区用我的绑定我的邀请码，绑定 Crypto Leak， 对吧？我叫 Crypto Leak， 好吧 ？Crypto Leak 绑定之后 ，confirm 之后。对吧？然后你随便开个仓啊，比如说你 trade BTC， 对吧？你买个10块钱或者50块钱或者100块钱或者1000块钱或者10000块钱都可以，你就可以获得，有可能获得5U，对吧？送给你的这5U是送给大家的，对吧？送给大家。活动细节在这儿，对吧？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啊 ，Community Weekly Campaign， 对吧？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这个我是特地为大家争取的来的，好吧，争取的。好，我们总结一下啊。首先 ，Equation 我们之前说过了，对吧？它用的是 BRMM 机制，就是它的流动性呢可以加杠杆，所以它的流动性呢非常的充盈啊，这个非常非常重要。这也是 Equation 当初我觉得非常牛逼的一个创新的地方。然后 Equation 呢经过了几轮迭代，对吧？现在已经 V3 了，那 V3 它带来的是什么呢？零手续费啊，永久的免除了手续费，永久的都是零手续费，对吧？那这意味着什么，对吧？我就不再重复了，好吧？如果你是有这个，对吧？这个 OK。现在呢，它有一个盈利大赛和盈利率挖矿啊，还有一个亏损补偿，不管是你是赚钱的人还是亏损的人啊，都可以获得它的 EQU 作为一个激励啊，作为一个激励。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提供流动性，对吧？我准备我也去提供流动性，200%多的年化不香吗？300%的年化不香吗？当然这个是max API 对吧 ？max API。当然等到大家放的多了之后啊，那肯定没这么高，对吧？这个你看 daily emission 对吧？一共才只有1000万枚 EQU 啊，EQU， 而且这两个的流动性非常的充盈。非常的充盈，非常充盈，
put to mining 现在是200多，就是你有 EQU 的话可以在这边注入流动性，对吧？对，然后呢注入那个流动性之后呢，你就可以要在 Uniswap 上面注入你的 EQU 和以太的池子的流动性之后呢，把 NFT stake 进来，就可以获得这个挖矿了，对吧？就可以获得挖矿了。还有 Liquid Mining， 还有 Profit Ray Mining， 对吧？每周奖励720USDT 和3500EQU， 还是挺多的，对吧？记得啊，一定要绑我的 code 才行。最后呢是 Loss Compensation。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视频呢就讲到这儿啊。Equation V3 重磅来袭，喜欢做交易，我感觉看我视频的交易大神还是挺多的啊。喜欢做交易的这个 Equation 真的是可以用起来啊，真的用起来。好，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做到这儿，这里是韭菜兄弟啊。最后还是记得啊，一定要绑我的这个 referral code， 对吧？ referral code 直接绑进去，你点这个也行，对吧？点这个也行，或者这边直接输入 crypto leak 也行。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视频就做到这儿啊，这里是韭菜兄弟，我们下期视频见， peace。